歡迎翻嚟呢個斑馬在線啊！哇，咁呢個講漢奸咧嚇，真係好得意嘅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啊！咁呢吳三桂啊，裏邊咧康熙都講啦，係嘛？佢話我咧幫你哋咧殺咗李自成，其實就係同你哋大明呢個崇祯皇帝報仇。點解你呢啲中國人咧，即係漢人啊，唔感激我？呢個韋小寶即係查話佢哋糊塗啊，糊塗啊！大多數人喺個亂世裏邊，往往都係糊塗啊！啊，人哋講乜佢就講乜，人雲亦雲。所以咧，呢個睇到《鹿鼎記》咧，如果冇一個獨立思考能力咧，好難睇得出佢裏邊嘅名堂。一本其實幾深嘅書，你唔好睇佢嬉笑怒罵，酒色財氣裏邊咧，佢有一個大智慧。所有人類嘅行為全部喺入邊，係現代人類嘅行為。唔只係古時嘅，嗱，如果就係古時咧，咁誒人哋就話呢啲係過氣啦、歐啦，佢唔係喎，佢寫緊現代，著緊清朝嘅衫，講緊而家人嘅心態。你攞佢回出換到現代衫，摩登衫都冇問題嘅，佢啲人都係咁樣。咁譬如話呢個曾蔭權咪一個成功嘅韋小寶，係啊，係咪啊？腳踏兩船啊！啊，當然係啦。喂，英國爵士係咯，兼香港特首，兼天主教徒。是啊，天主教徒嗱就是韋小寶裏邊呢個鹿鼎公，天地會鄉主，神龍教教主，係嘛？香港啊就係要學韋小寶精神，你三方面不可以得罪嘅，因為你只不過是一個夾縫裏邊一個所謂的國際城市，你打開道門是做生意，唔好講咁多政治，係嘛？喂，大佬，是但有一個大過你嘅咧，一啖咧吞。